美艳登场，九令蔡依林出演新歌《亲爱的对象》，唱到一半，有位神秘嘉宾突然惊喜现身。深情演唱，九令更展现超强和音技巧，台下歌迷听得好陶醉。天后蔡依林 Ugly Beauty 世界巡回演唱会最后一站来到台北小巨蛋，六号晚间举行到第四场，邀请好久不见的李玖哲来担任嘉宾，一身米色西装，冰块腹肌若隐若现，让九令也忍不住伸出魔爪。腹肌啊 ！Oh my god！ 哎，等一下，我在接。你刚刚有化妆吗？这个是有化妆吗？哎呦，哎，真的哎。这是真的。说像看腹肌的男生，你也有吗？台下尖叫声不断，两人服装都藏有小心机，秀出好身材。玩笑过后，再带来一首经典的合唱情歌《屋顶》，用歌声征服粉丝。蔡依林依然带给粉丝超多惊喜，从开始到结束都不冷场，超强魅力征服所有歌迷。八大新闻综合报道，锁定八大民生新闻，记得按小铃铛哦。